感受生活，品味文化，这里是文化时分。大家好，我是新宇。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推出的电视剧《人世间》，观众好评如潮。电视剧以北方某城一户周姓人家三代人的视角，描绘了十几位平民子弟在近50年时间里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当代中国经历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今天的节目，一起听听主创团队的幕后分享。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吗？这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改编自著名作家梁晓声同名小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人世间》。这部戏应该是集文学性、这个思想性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作品吧，既关注了当下，又在最佳的时节回顾了过去。虽然40-50年，我们从计划经济飞速地走到了物质这么丰富的当下，万万不该淡忘。60年之后，咱们家就没底气了。电视剧的开篇是周家人面临的一个大纠结：周志刚远赴西南参与大三线建设，周秉义前往兵团，他们在时代号召下毅然前往远方。在面对周荣和周炳坤谁应该留在城里的问题时，难以割舍的亲情让他们陷入纠结。大家小家都写了，小家组成了大家，他这个兄妹三人正好是弟弟一心为小家，非常好，就是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大哥一心为大家，通过这一家兄妹三个人的命运带出了那段历史。随着剧情发展，剧中盘根错节的人物命运走向也愈发牵动人心，观众能感受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不断的悄然增长。伴随开放与进步的号角，人们开始通过勤劳和智慧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时间跨度太大了，我们这个呢，可能一集里边吧，它就有好几年。可能你演这一集，一看剧本，哎，第一场是那个这年，这一集结尾的时候，可能就变了一年。这个时间的延展性和这个细密度，好像特别难拿。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你赔完了，和咱家光荣的脸面。80后演员雷佳音在剧中饰演周家老三周炳坤，与剧中哥哥周炳义、姐姐周荣相比，他所饰演的角色一生都扎根在社会底层，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但同时，周炳坤性格倔强、善良正直，即便面对命运的不断打击，也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纯真。因为就是他不仅讲东北的事儿，因为里边好多东西都是我小的时候看父母最强壮的那个年龄段啊，特别是那个你到八几年的时候，正好是我10岁左右啊，你看的父母都是那种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的父母，所以你会有很大的情感在，真的是感觉这半年拍完这戏，小半辈子过了一遍，是有这种感觉。剧中人以智慧、善良、坚韧来应对人生起伏和时代变迁，呈现了热腾、温暖、鲜活的平民生活。《人世间》自1月28日开播以来，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创下综合频道近3年来电视剧平均收视率和收视份额新高，史诗感成为网友对该剧的众多好评中的高频词。而剧组在拍摄期间，为了让年代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剧集内容具有史诗感，也付出了大量心血。人世间那个年代就是正值我们的青春年代，再一个呢，这个原小说梁晓声已经在文字上赋予了非常丰富的人物形象的描述，在这个里面我们有名有姓的呢100多人，演员也在做功课啊，都给自己的父母亲戚打电话煲电话粥去了解那个年代的故事，人的状态。对我来讲呢，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是说在剧组里面求疑解惑都可以问我，我们做过大量的案头工作啊，对故事的讲述、对人物的描绘啊，都做过认真的推演。他爸
梁晓声从开始酝酿到最终完成这部115万字的长篇小说，前后历经8年时间，整部小说全部在稿纸上手写完成，400字一张的稿纸，共写了3600多页。小说《人世间》于2019年8月获得茅盾文学奖。起初，梁晓声并未考虑将小说影视化。直到2018年，正在寻找好剧本的导演李璐在看完这部小说后主动联系拜访了梁晓声，二人最终决定将小说《人世间》影视化，希望年轻人了解自己父辈们的那一段人生，了解了父辈们的那一段人生，其实也就是了解了共和国的那一段历史，有利于我们客观和全面地看今日之中国，看当下之中国。人世间我们当时确认的时候他还没有获茅奖啊，没有获茅盾文学奖，就是一部梁晓声老师的小说。那么后来获了茅奖啊，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同啊，更加让我们确认做这个作品是有它的价值跟意义的。当然了，小说文字出的是精神，真正把它捏合成形和物的，不客气地说，是导演跟制作人，加上众演员和编剧。梁晓声老师既是作家，也是个很好的编剧，然后我们多次邀请他到东北的拍摄现场去看一看。在前期创作的时候呢，就是梁老师也拿给他铅笔，手写了几页纸，给我们打气，全权授权你们去创作。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是不是事实？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这是我的不对呀。别走，你把国家东西放来。与原著相比，电视剧《人世间》做了很大改变，加入了不少新内容，如光字片拆迁、特区深圳的改革开放等情节，原著里几乎一笔带过，但在电视剧中占了不小的篇幅。但是我总结出来，真是第一位，剧本的真，原著的真，表演的真，导演表达的真，我觉得我们的拍摄所有的心态是平和的，所要讲述的故事都是身边的，没有站在上帝视角，也没有仰视天空，我们是非常平实的在讲述这50年中国人的平凡故事。坤哥，走，上里边。电视剧《人世间》坚持实景拍摄，剧组辗转长春、哈尔滨、辽宁、北京、深圳、贵阳等地拍摄。剧中主角生活的城中村光字片，则由剧组舞美部门在影棚内搭建完成。为了还原历史，剧组还广泛征集了旧物件，搭建了大概1000多平的道具库。特别是在服装方面，考究非常细致，演员的服装就准备了近万件。从文字到影像，那还是个巨大飞跃。我觉得我们还是以温暖的主色调，讴歌了改革开放40年，讴歌了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些年的高速发展。而且这个片子在拍摄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被迪士尼买走了非中国地区的全球版权，它即将在全世界播出，这个也是意义非凡的。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人世间海报上的这句话也道出了这部戏的真谛，而剧中呈现的团聚、分别、恋爱、人生选择等，也不再仅仅属于人物个体，而是浸透了时代的痕迹，成为大时代变迁下无数平凡百姓的人生缩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